环境信息。在这里，选手会拿到两张任务卡，一张快进信息卡和一张绕道信息卡。快进信息卡是指引选手去往俄罗斯大马戏团完成快进任务的线索。最快完成快进任务的一支队伍可以 pass 掉本期其他挑战，直接去往终极站。然而快进任务往往难度巨大，风险加倍，一旦去到快进任务却没有第一个最快完成，就必须选择绕道卡上的任务继续比赛。当然，选手也可以直接放弃快进任务，根据绕道卡上的内容选择下一任务。绕道任务，参赛队伍要从出水芙蓉和军中绿花两件任务中二选一。选择绕道任务军中绿花的选手，将要向俄罗斯军队中最高级别的歌舞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学习一段著名的俄罗斯士兵舞蹈。这是俄罗斯军队中的一种惩罚舞步，最大的特点就是节奏快，强度大。如果选手能够忍受这种舞步带给身体巨大的痛苦，并且完美演出，歌舞团的团长就会给出下一张线索卡。我们去学舞步吧，都不错。他游不了泳。对。换衣服了，现在。1 2 3 4 5 8 pick 8 8 8 8 Turn and up, other side. No. Good one. 1 2 3 4 太难了，好难过。我到排队的地方去想吧。走，难吗你们？太难了，那个接不住。1 2 3 4 5 3 4 5教练倒了，教练倒了，摔在地上了，应该会落后于我们。那他就完蛋了。哎呦我的奶奶呀！你们俩没问题的。太累了，累死累了。咱俩太累了，顺序能记住。汉斯叔叔，别说顺序了，有你吗？没用的，走路还顺拐呢。想怎么过了？过了。赶紧跟他再学两遍。怎么样？哇，我抬不了。亲爱的，我教你个方法。你就在这个高度上做，像踢腿一样。对，一二，对，就得对了，压松，就得高一点点，就踢脚就完事了。你看，一二三，再四五六，对了，好了，对了。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Thank you。打车，打车。但是不叫车的话，能打车吗？是吧 ？OK。Yeah. How much? Okay. Let's go. 有没有感觉到了第四期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紧张？特别紧张。考试。谁想收看奥运直播？好来。路障任务。俄罗斯幅员辽阔，横跨欧亚大陆，拥有11个时区，是世界上跨时区最多的国家。在这里，想要准时收看4年1度的奥运会，算好时差非常关键。选手进入考场后，需要根据大屏幕播放的信息，算出至少5个俄罗斯城市收看奥运赛事的本地时间。考试通过后，教授将会给出下一线索。注意，题目中有些城市正处于夏令时，这些地方的时间比世界标准时间快一小时。来，联合一下吧。你还不行啊，冠军。不，不行，不行，不行，真不行。我坐这儿吧。哎呀 ，OK。Thank you。下面的是哪？伦敦时间 UTC 加一。UTC 啥意思？那个前面那个减几加几是不是不用算在里面啊？不算。一开始我们4个人全懵。我们祖国好，统一时区。北京时间。在那之内。加一。那就是15:28。28。对吧？加一是15:00，那 UTC 应该是13:22。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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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司马就说了个什么建议，然后 UTC 什么加一减一，然后要还原他那个时间，然后再进行计算。
哦，然后我就明白了。然后所以我只要计算出他那个当地时间，还有他那个要加多少，把那个合理的计算，我就可以都知道。不要算出时间来吗？你再给你再过去。啊 ！Oh my god！ 这样我要炸了！炸了炸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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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动一步，我看出来了。你错了。Of course。Thank you. Good. 哇！哇！啊！啊！加油！加油！加油！我的脑袋都快爆炸了，你知道吗？我们能坐一辆车吗？不能，不能，坐不了，坐不下。那怎么办？去打吧，去打吧。这很难打车，我找个学生跟我们叫辆车。啊，现在开始接单了。OK， 大概是过5到7分钟。哥，这么久。5到7分钟够好久。Yes, good. 是这个吧 ？Class 9 school shift. Yeah, let's go. 目的地就在眼前。这学校到不了。其实真的可以下车。I need you to turn right and stop.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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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stop. And stop. 你看，非常快，早就应该下车了，是吧？张思帆，张子翰，你们是第3组到达中继站。不过很遗憾，我还没办法正式宣布你们的名次，因为在比赛当中，你们是坐了黑车。Was that taxi? Yeah. Okay, let's go. Okay, let's go, let's go. 好，你们现在必须被罚时30分钟。我先那个退步在这边一下。Okay, okay, okay. 谢谢。Okay. Okay. Okay. 张子翰、张思帆，时间到了。啊？这是本赛段。第4名、OK， 那我们下个赛段再见了。OK， 你加油。OK， 再见。今天最后到达的队伍将会被淘汰，记忆被回转的是我们。Fire， Go！ 想要被知道这游戏的始作俑者是谁？其实大家现在就是想问问你，这么折腾他们为什么？抬脚了吧？加油！ Yeah！ 在试过了这充满战斗力、永不放弃。我们马上去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我们是 SH48。